这是夜间来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们在帮病人测量子宫内膜，应该比较薄，因为他的夜间是第二天。这个左边卵泡一颗滤泡，这个右边的卵巢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滤泡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这是中等卵巢功能的一个基础滤泡数。